only way out there. Don't let myself to be free.有人在使用这里，是他回来了吗？这是日记。那里面提到的那个女孩艾玛伍兹，是之前城中失踪的园丁。监管者，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？这些记录看起来实在太过疯狂，但似乎都与我先前调查的悬案有一些关联。时间不早了，佣人们快起床了，我该回房间了。Yeah.
第一天调查的日记内容让我一夜都无法平静，因为被称作监管者的存在，鬼觉的遭遇都太超出常理，但是记录的表达却又透露着可怖的真实。或许只有当我真正身处其中时，才能知道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。小姐，昨晚睡打得好吗？早餐已经备好，您可以先行前往餐厅。管家似乎知道每位宾客的喜好，哪一份是为我准备的呢？看起来很健康，不过有更吸引我的。作为女性而言，身材高大结实，有多光血统，或者有常年户外活动的经历，没有昂贵的饰品，但衣服的质地和剪裁都属上乘，看得出这位夫人富有但不喜欢奢华的品味。虽然看不清面容，但从颈部皮肤看出年龄并不算大。早上好，想必您就是普林尼夫人。是一名记者，梅丽普林尼。你好，能冒昧问一下，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？因为这附近有一种特殊的蜂虫，我来研究他们的生活习性。您刚刚是去了花房吗？是的，这里的主人培育了一些特殊的植物，我去进行一些初期观察。您对植物学也有研究吗？我的丈夫在这方面比较擅长，我曾协助他做一些课题探讨，因此也有所涉猎。您丈夫的事情我很抱歉。人生总伴随着风险，科研也一样，都过去了。您说的特殊的植物是指那些蕨类吗？它们为什么会生长在这里？确实很反常，除了个别植物比如矢车菊外，大多数观赏植物的生长都更喜欢酸性土壤，那种蕨类也不例外。庄园主人为了培育它，在花房里人工调配了一种培育土，而这种土壤我以前只在地中海一位大贵族家见过。早上好，克雷伯格先生。早上好。不知是因为没有休息好，还是其他原因，克雷伯格先生看起来情绪有点低落。想来这应该就是管家口中那位小说家。穿着最新款的礼服，装饰和头发都经过细心打理，很符合小说界新星的身份。看起来奥尔菲斯的著作为他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。袖口有晕开的水渍，看起来像露水沾染。这么早他去了哪儿呢？我此前虽然拜读过很多阿尔菲斯的小说，但从未见过本人。早上好，普林尼夫人，真没想到会在这儿见到你。早上好，阿尔菲斯先生。啊，早上好，两位，我是阿尔菲斯，一位小说作者。久仰大名。一名记者，阿尔菲斯难道是你的真名？非常抱歉，小姐，公开场合只能谈论笔名，这是我与出版商的协议。没有关系，毕竟我们并非为了交际才来到这里。管家先生，请问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庄园主人？主人邀请各位今天下午前往庄园西侧的克雷伯格赛马场。克雷伯格赛马场？我以为从那件事情之后，那里已经荒废很久了。正如您所说，那座赛马场并未启用，主人的吩咐只是请各位下午前往，其他并未交代。另外，请各位务必遵守受邀时的允诺，夜间不要随意走动，在未接受新的邀请前，不要离开主宅。管家似乎知道些什么，不过相较而言，我对奥尔菲斯先生提到的东西更感兴趣。奥尔菲斯先生，您刚刚提到的那件事情是指？大概十年前，来自爱尔兰的贵族马努斯德卡佩收购了这座庄园，其贵族做派备受追捧，附近中产们都希望将女儿嫁给他。马努斯区的来自奥地利的贵族后裔玛丽一见钟情，对他许诺了终身。然而婚后的玛丽变得郁郁寡欢，婚姻与玛丽缺乏合适的社交场所，马努斯为她修建了那座赛马场，
那里举行的赛马会很快成为了城中最炙手可热的事情，一切似乎朝着好的方向来。直到玛丽在马场突死时，那座马场被蒙上了一层不祥色彩。悲剧仍未结束，玛丽死后不久，一场因赛马冲出赛道造成的大规模踩踏伤亡事件，让马图斯陷入了冗长的索赔官司。或许是因为债主们步步紧逼，或许是丧妻之痛，马图斯发疯，不知所踪，而庄园也被债主们再次变卖。那座赛马场为什么叫克里伯格？克里伯格是前一任庄园主夫人母家的姓氏。这么看来，他应该很爱他的妻子。那么玛丽为什么自杀呢？说法很多，有一种说法是玛丽与一位骑士有不洁关系，这就推向了舆论中心不堪重负自杀了。当然，也有人说这是一场被伪装成自杀的谋杀。毕竟，不忠者总要付出一些代价。你说对，普林尼夫人，就像那些虫子一样。没想到阿尔菲斯对昆虫学还是这么感兴趣。然而，虫群与人类不同，他们不会轻易背叛，因为所要付出的不仅仅是一方的一些代价。说起来，我们这里也有一位克雷伯格。很遗憾，我是法国人。抱歉各位，我想要再去休息一下。下午见。众所周知，那位来自奥地利、皇冠与脑袋一起落地的玛丽，也属于法国。我要去花房继续我的研究了，两位下午见。我想再去检查一下起居室的藏品，下午见，记者小姐。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，在那个游戏开始前，我应该再了解一下我的玩伴。首先，从那位大名鼎鼎的小说家开始。谢谢观看。剪辑：小逆。拍摄：小逆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评论、收藏、投币。